签了他，放弃玉家的财产继承权。阿珍死了，森森也救不活了，我玉家的财产绝不允许落到你这个外人手里。你们玉家的脏东西我一点都不稀罕，等森森手术成功了，我会立刻带他离开这儿。少主，我们计划。 医生说，宁儿子有先天性的心脏，活不过6岁，今天是医生，也会是他的忌。明天给森森找到了最好的医院，有宁家护着他，他一定会好起来。是不是南城的卫星医院？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们干什么？病人心脏病发，需要立刻手术。我知道啊。亲爱的，玉家已经不需要你了。把我儿子还给我。不亲也行，我侄子既然死了，这做妻子就应该去给他陪葬。这就叫生逢喜。 你来干什么？我来找人，你呢？我想问。哦，那你的事情重要一点，你先。少。 玉尊死了，你看起来也没有那么伤心。玉香，当年我们于家收你，你却跟这个女人私下丑事，被关到监狱，你还敢过？女士，您已经侵犯到总裁的名誉权了。你只不过是玉家的养子，玉家养的一条狗，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儿啊？玉家当年以不正当手段侵吞总裁亲生父母的家产，想必二位也有参与，我们已经调查清楚。 逐鹿集团可以随时起诉你们。玉娇当年害得我家破人亡，还逼我姓玉。到了该还债的时候了，我会继承玉尊的一切。玉香，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只要你愿意救他，你想怎么对我都可以。 你尊我死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么跟我走，要么留下来。就算是死，我也要救我儿子。离他远点，他有封印。 3天前，我爸离开玉祥之后都发生过。玉祥的监控录像，是不是在你手里？只要你能救我儿子，我就把监控给你。我要是不救呢？ 行，儿子我帮你交，东西可以交出来了。王司令。
喂，小豆，我知道了。总裁，我们迟了一步，预算已经被封禁的手下救下了，现在正在手术。辛苦了，回去休息。这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本来就很难活。百闻不如一见，确实冷血啊。思思，别怕，妈妈。叔叔，我想让你对森森的爸爸。你有爸爸？我的旧爸爸不好吗？我想找一个新爸爸，保护妈妈。妈妈不要，我有森森就够了。嗯。为什么是我？我看见你在妈妈的相册里，思思，妈妈看着你的照片笑得很好看。我会娶她。你会对她好吗？我会。叔叔，我想要你做我的爸爸。你不是有一个新的爸爸吗？我怕一个爸爸保护不了妈妈，如果有两个爸爸，就有两个人可以保护妈妈了。每个人都只能有一个爸爸，一个。叔叔的爸爸一定对你很好吧？嗯。你是不是很爱他？我失去他了。叔叔，你会像他一样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爸爸的。好。妈妈抱抱思思。妈妈，对不起，思思好像没办法陪着妈妈了。以后我的两个新爸爸会保护你的，你要幸福。思思好爱好爱你。哟，这么多人啊。哎，小树人呢？签字，别装死啊，赶紧签。你不要坐在这儿，不要弄脏思思的床。人都死了，什么床不床的？签了，我要把小树生送去解剖。你要对思思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是把小畜生送去解剖做尸检啊！明成，解剖后出具一个玉家害死你儿子的证明，玉家人就来了。到时候玉家的钱就都是我们云家。我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是你把森森的医院地址告诉于家人了？你们可以告诉我，是不是你为了引诱于家人出手，故意把森森医院泄露出去的？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你儿子被人家死是他的荣幸，就像你为了人家家道御宅一样。要不然，你应该庆幸自己幸运，否则我不介意多一句解剖的实力。两株就不同了。 你两组，你是哪个人啊？你是哪位？打我！啊！来！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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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大少爷今日严惩举止，严重触犯多条法律法规，他人动手皆属于正当防卫。林大少爷要告的话，逐鹿律师团随时为您服务。我告诉妈。 这么回事？别演戏，别让我知道是你给人家出的主意。没救成你儿子，算我欠你的。你可以提一个要求。 比如让一些人休息，我不会的。他们都说我无恶不作，一个不忍心拒绝小朋友一月的，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嘴上说着为你好、为你着想，却恨不得把你骨头。 断了年岁了，再矫正你的血肉，你活着吃下去。这是你父亲来玉家那天的监控录像。没了这个，你可就没威胁我了。我不喜欢被威胁。 所以我也不会威胁别人。我想请你帮我办件事。宗少爷，你来干什么？ 帮人办点事儿。封禁，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来我家，滚出去！你个小祖宗，还有封禁，他封禅连他老子都敢打，更何况是你呀？这是我家，你们从这儿滚出去。什么你家？这是我们玉家的祖宅。很棒，我给过你们机会了，既然你们不走，乱糟太棒了。 我报告，我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我很喜欢。王少爷，你先走。你一个人留在这，不怕吗？我还有什么可怕的？那咱们就两清了。祝你们俩的开心。
代钱人来玉家老宅。啊！你是我的妻子，你就只能爱我。玉子，说你爱我。我爱你，我爱你。居然给我煮这么难喝的咖啡，我看他就是仗着自己怀孕不好好干活。重新煮。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坏人，坏人，我去找我妈妈。妈是我的，你也是我的。快醒醒！云墨然，你到底想干什么？想想你能对我做的事情，我就知道了。总裁，云小姐出事了。为啥？就是。又是他！你们跟玉尊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害怕？我这是在帮你们，我送你们去见他。如果你们见他，一定很开心吧？云墨然人呢？不知道。问你，云墨然是个好位置，你最好别去。姐姐，你不是很喜欢这个房子吗？你不是想要玉家的财产吗？我送给你，连同我自己的命一起送给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当年我怀着森森，玉森殴打我的时候，我也这么求过你们，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森森的心脏病是玉尊那个废物一脚踹出来的，你们知道吗？你们都是帮凶。不要不要！黄金，是你，云墨然，你是不是疯了？云墨然，你知不知道那是季瑶？玉总急什么？是怕我死了，你没办法报仇啊？放心吧，只是水而已，玉家人他不会让我陪葬。我。总有一天，我会把森森讨厌的东西全都烧掉。云墨然，出来！需要我带你出去吗？现在不用。但是三天后，不管我在哪儿，请你来接我。风纪，你个天生坏种！他把你弟弟打死了，你知道吗？森森今天去世了，您知道吗？他没有你弟弟重要，云城可是云家未来的家主，你算个什么东西？
联合外人打他。所以，在你眼里，我跟森森的命加起来都比不过云城挨了几拳为止，对吗？云家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你呢？是。你干的，封少爷，你犯什么疯病呢？凭什么烧我女儿的房子呀？500万，房子卖给我。别墅里没有人，周边我也都已经安排好，确保没有伤害任何人的人身安全以及公共财务安全。烧了自己的房子，你想咋地？为什么？小朋友刚走。烧点东西，想烧掉自己讨厌的东西就烧。你顾忌那么多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为什么平常得等到明天呢？三天之后，我就过来接你。你为什么要去见那个女人？还说要娶她？只有娶了她，才能拿到玉家的遗产。我在你的心脏里求你，只要换上她的心脏，你就活了。玉家，小姐，你就是。三天后，玉尊的遗产就可以全部完成过户。这期间你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到你手里就可以了。到手？到谁的手？当然是到你弟弟的手呀。等遗产到了你这里，你就把玉家的遗产全部过户到你弟弟名下。妈妈，我再问你一次，森森去世了，您就一点都不难过？就放心吧。云家又不会亏待你，我已经给你找了好人家，等你把这些遗产全部过户到你弟弟名下，你立刻就可以嫁过去。原来你还打算把我再卖一次？你是我生的，我想怎么对你怎么对你，你给我……林夫人，请你对我的未婚妻放尊重。和我女儿的结婚协议玉总看过了吗？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签个字。林夫人，当年那么看不起玉小，现在竟然为了钱也能称呼他为生命。当年的事情没教养，你怎么跟我说话呢？结婚协议我已经签过了，就等云小姐签字。是你害死了森森，我死也不会嫁给你。云母人，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啊。云夫人，我有几句话想跟云小姐单独聊聊。好，好。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气。如今玉总大权在握，再也不是当年任人宰割的小秘书了。抱歉，云小姐，我迟到了。我是玉总秘书，玉总他公务繁忙，由我代替他来跟你相亲。之前一直替他跟我打电话的人是你，我记得你的声音。
你不该替他去见，总归是要联姻的。对我来说，嫁给谁都没有。嫁给玉尊那种人，不会不甘心吧？不会不甘心。 你明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逃走？我是云家最好的商品，我逃不掉的。你不爱他，你这样做值得吗？我爱不爱他不重要，重要的是云家需要玉家，我改主意了。改什么？ 玉箫，你来替他娶我好不好？我不该对你心动，这就是你的答案。你认为当年的事都是我在骗你？我说，十里八外的东西，你耽误女人私奔啊！ 你就是玉家的一条狗，永远拿你当个消遣。当真了？没有人知道我会在那天去救你。没有人知道我会在那天去救你。你那个奸夫，玉尊会处理的。是我现在想的。 我求你们放过他，你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的。姐夫说了，只要你让那个玉箫彻底死心，他就饶过他的狗。正好你弟弟最近也犯了点事儿，就让那个玉箫一起把罪顶了。所以，你为了报复我，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你和玉尊的儿子，难道不该死啊？ 林木然，放开！你要来了。放开！杨子而已，也别叫我的名字。你只配给我弟弟顶罪。谢谢你，你才是我最爱的人。 交给你了，云长最近犯了点事儿，这事我在行。林默然，这都是你自己选的。玉森的死，跟我。是，是我害的。你为什么不回去？ 过去的事情我可以求不求，不用了。林默然，既然我回来了，你就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我就是你的老母。 哥，这个监控视频有加密啊！破解需要多久？至少得三天，要不然直接去问我们俩得了。他既然敢给我，就不怕我知道真相？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行，四爷，明白了。他说了，三天之后让你去找他。三天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作为玉家的律师，非常感谢各位玉家的家庭成员今天能够来参加这次财产继承仪式，也让这次仪式显得更加的荣耀。您为玉家做了20年的律师，难道忍心看到玉家的财产
落到那个贱人手里。从法律上讲，夫人是第一继承人，理应得到玉家的财产。他又不姓玉，凭什么继承我们玉家的财产？我是个律师，我只按规则做事，绝不会有任何。玉家三幢写字楼，两个商业中心，还有郊外2000亩地皮，我们就一点都分不到吗？从法律角度看，一点都分不到。包括今天咱们开会的这栋房子，在会议过后也会过户到夫人名下。以后你们玉家的财产就都是我们云家的了。夫人，其余的财产都已过户完毕，只要您签署了这份文件，玉家的财产就都是您的。等一下，我怀疑玉尊是被谋杀的，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分配他的遗产。玉家的各位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吧，你们就是贪图我女儿的财产，所以才陷害我女儿。就是陷害了又如何？李默然，你知道我的身份，现在外面都是我，放弃玉家的遗产，不然你跟你妈都走不出去。你们玉家好不要脸呀，这些是我女婿留给我女儿的，你们有什么资格争夺？云家的东西，亲家母真是好大的脸面，你女儿这些年吃我们喝我们的，拿我们玉家的钱去弥补你们云家的亏空，现在还好意思霸占我们玉家的财产。云木然，我劝你还是放下玉家的财产，给我做个佣人是你最好的出路。你让我们云家的女儿给你做佣人？她就是一个克夫的贱人，出去还不一定有人要，我就行行好把她收下。没人要的是你的，谁说她没人要？嫁给我你还有机会，我带你走。千夫淫妇，你们做梦！现在外面都是我们的，谁都别想走。你笑，我要送你进去，这是第二次。我要想走，你们谁拦得住？我在等你答复。玉霄，你为什么一直向着这个贱货？我，你贱人家李云尊手笨，是，我要把你关入地下室，戴上手链、手铐，让你像狗一样在地上爬。是。夫人，我来接你了。叶凡，别动。你迟到了，替玉家人把手砸了。哥，这个怎么处理？把他丢出去，找个人打他。走。你暗算我，监控录像我破解了3天，才知道他是个坏的。你就是怕我3天之后会开门求你是吧？除了死去的玉尊，所有能对监控视频动手脚的人都在这儿。难道你不该来吗？所有人，也包括你吗？方静，你真以为我怕你？今天既然你来了，就别走了。干嘛呀、啊？你这地方是坟啊，只进不出。你，嘘，你仔细听，这是我们家族之间的争端，与你何干？你非法拘禁。我见义勇为，风少爷见义勇为值得赞扬，但趁机占人便宜不太合适吧？人家都没有拒绝，关你什么事啊？云默然是我未婚妻，你说是就是。
钱文贤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云默然也没有钱。现在钱。好啊。下回见了。冬季，这是我跟云默然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最多就算一个前任，不要在这找什么存在感。现在云默然是我的。我说你们两个把我们云家的女儿当什么？随意抢夺的商品。要想娶儿女儿的话，那就得守云家的规矩，拿出些诚意来。我又不娶你，凭什么？你这个死丫头，你还要不要脸？别动！云默然，你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个畜生欺负你母亲，你家教呢？一个卖女儿的家庭。谈什么家教？好，好，好，今天我就成全你。各位也看到了，即便是再嫁，我们云家的女儿也是最抢手的。至于她能嫁给谁，那就要看各位出的聘礼有多诚意。这是你亲妈，这就是云家的优良传统。你们俩能不能先把手放开？云默然用现在没得到玉家的财产，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出一亿，我出三亿，五亿，我出十亿。娶她？动她？问过我了吗？云默然。你死人呀！说话！我只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没有选择的权利。我有玉尊的遗嘱。阿森为了保证我的生活，不能这样。90%的财产留给爱人罗瑶，云木然10%，且需要继承财产，不许结婚，还需给罗瑶下跪磕头道歉。我要求多了，只要……啊、你干什么？满腹。从现在开始，你就叫罗阳，你就叫云默然。你哥，你不是喜欢磕头吗？那磕个头。你想干什么？你们不是喜欢玩吗？我陪你们玩呀。下一个是谁？我怀孕了，我怀了玉尊的孩子，孩子也有继承权。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哼，真热闹。既然人都到齐了，那也该我说两句了。就从你开始吧，罗瑶。我有玉尊的头发，那就请罗小姐去做一下胎儿亲子鉴定吧。说什么？罗小姐。你该不会以为玉尊死了就能拿肚子里的孩子冒充我们玉家的血脉了吧？王律，夫人，我要求验证遗嘱真假。验什么验？那就是玉尊亲笔写的。玉尊的字迹可没这么规矩，且他最讨厌用标准符号。这遗嘱是假的。
你是假的吗？融入集团旗下有专门的笔记验证机，18个小时可以出诊。姑姑，姑姑，你知道的，你都知道的。我丈夫是在1年前保养的，但是只有3个月就接受合约，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在梦里怀的。我名下的慧心医院，24小时可以出紧急检查。别看了。 姑姑让你拿假遗嘱免提成绩，就是想填补公司吞的9700万公里。你怎么？他可救不了你。叔叔，你小儿子肇事逃逸，还没回国吧？我知道他的酒店地址，需要我帮你带回来。表哥，你被人设局拍的裸照还有视频，需要我帮你拿回来。还有你们，一桩桩、一件件的丑闻，全都发到你的手机上。 自己看看，还需要我继续吗？他可是云木然，凭这点东西做上去，未免太过天真。王令，夫人，我不仅要继承玉家的财产，还有玉氏集团51%的股份。从今天起。 我不再是玉氏的总裁夫人，而是玉氏的总裁。墨然呀，妈妈，以后叫我云总。玉氏将终止和云氏的所有合作，玉家的财产您就别惦记了。您还是关心关心你们云家。你，各位玉家的亲友，愿意支持我的呢？ 留下，我既往不咎，不服的人可以离开。我希望你们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云总，你如今接管了御史，那几个人不会伤害规矩，跟我回去。 只有我能。你就是最大的危险，跟你走，云总会死无全尸的。3天后举办建仪式，大家准备一下。你不会真的碰到爱上他了吧？ 我父亲跟玉尊死在同一天晚上，监控录像都没了，玉家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你就没有怀疑过他？我要让他留在我身边，离他越近，就离真相越近。你离他越近，离危险就越近。那你还不离他远一点？ 云默然一个从没接触过公司事务的总裁夫人，怎么突然变成玉氏总裁了？没办法，让人找骚了。发烧的独入集团的玉总和公司的太子一面，有这两位大臣撑腰，玉家和云家都老实的很。欢迎各位前来参加玉氏集团总裁继任仪式。接下来，请允许我来介绍玉氏集团新任总裁云。 谢谢大家百忙之中为了我的女儿来到这里，请大家放心，作为她的母亲，一定帮她安排好一切，辅助她管理好玉氏。云夫人这意思，这玉氏的新总裁要把玉氏的管理权交到云氏去？都姓云嘛，还真是个好女儿啊！什么都往娘家拿。这是我的儿子云城，主要负责玉氏的业务，以后云氏集团和玉氏集团强强联合。 共创，滚下来！夫人，你把我皮拿过来。
30秒，如果不从台上滚下来的话，云氏税务造假的问题就会被曝光，这可比被鞋子砸疼多了。咬住就不疼了啊！咬住，咬住！不准走！他是个疯子！站！云城是云木然的亲弟弟，你们若还想娶我的女儿，就对我儿子放尊重些。那云木然的相亲请柬，云夫人为何不给我呀？相亲请柬什么意思啊？凭什么不给我们家少爷发请柬？看不起小狼狗是吧？去去去！三天前，云氏开始到处分发请柬，所有注资在10000级以上的家族都收到了。请柬上说，只要聘礼数额足够高，就可以跟你结婚。所以除了我跟这位玉总，剩下的人都收到了是吧？各位，麻烦大家了，但我不会跟任何人相亲，因为我已经有追求者了。我将选择二位其中的一位成为我的未婚夫。我说云木然，你要不要脸？你竟然公然在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男未婚女未嫁，他们公开追求，我公正选择其中一位，怎么不可以？在座各位如果有想跟玉家作对或者跟我作对的，不妨考虑考虑先弄垮二位总裁。云木然，你丈夫刚死你就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你对得起玉尊吗？云夫人，玉尊，您不是最开心的吗？至于各位的相亲请柬，就不要当真了。看到了吧，这就是云梦人，永远自私，把众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自己，你这个逆女，不会让你好过的。总裁，酒里下了烈性的春药。已经审过了，是云夫人逼他给小姐下的。他喝过了吗？我们拦得及时，云小姐还没碰过。他人呢？在书房开电话会议。哎，总裁。去告诉他。我中了春药。是。于总，你为了达到目的倒是一点脸都不要呀。方式不重要，对他有用就行。还有没有？没了没了，大少爷，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是你了。不是，我是问你还有没有。你猜的没错，果然还有。哎哎，哥哥哥，楚南南，劲儿大。你们两个怎么在我的房间？谢谢吧，有人。两个中了春药的男人，你选谁？
于默然，你欠我这么多，你不应该救我。于默然，我救你这么多次，你应该救我一次。我觉得你们两个完全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我。我选择同情。 我明白，这药效好生猛的。而且我哥喝的挺准的。这么担心？不如我把你们送进去，和他们一起睡好了。我去叫医生。 你怎么了？有很多事情你肯定。总裁，没事的。哥，滚出去！打完了，赶紧走。 腿疼倒不了，我腰疼，站不起来。行，那我走。让你走就赶紧走，别坏了我的好事。别在我面前抖擞擞擞。这是我哥别墅的门槛，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所有兄弟的嫂子，请你笑纳。云总，这是我们总裁别墅的钥匙。 竹鹿集团500名员工随时听候您的差遣。恭喜玉总和孙总交换钥匙和门槛，我先走了。 昨天晚上我住南面那间房子不错，郑重声明一下，以后我的地板少去。昨晚我住的湘北的房间，我挺喜欢。你俩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我家最近装修，我得在这儿借住一段时间。我家最近停电了，我也借住。 牛肉酱不错，过来吃点。他牛肉过敏。今晚有个局，我约了玉氏集团的一个大合作商，你们谁陪我去一下？都去是吧？晚上8点。玉家一切正常，只有玉尊叔稍微有些奇怪。玉尊叔。 2天前，他去了玉尊生前的办公室，好像在找什么东西。继续盯着。是。哥，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云总？我查到了一些关键的证据，玉家的事没有那么简单。难道跟老爷子死有关？希望跟于慕然没有关系。这是什么不正经的合作社？合作要约到这种地方来？ 玉家人就没几个正常的，合作伙伴能好到哪里去？云总，哎呀，果然是高雅端庄啊，别有一番风味儿啊！ 我不管是谁让你来对付我，价钱我可以出双倍，只要咱们还能合作，我可以不计较你这次的物力。我在乎的是那点钱吗？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对呀，陪我睡一个月，合作好谈。张总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不是，常住八部亚新集那样。你要是本地人，就不敢当众当面说这样的话。 哎呀，这国内现在是开放的，
云总，你出来谈生意接客，还带着两个这么性感的牛郎，哎呦 ，nice！ 接客？你说不好？我不吃。哎呀，小白脸细皮嫩肉的，留下吧，待会儿，留下一起玩。行吗？行吗？愣着干什么？愣着！你笑我，你给我蹲着！你们以为我这个几年的吗？来做的。快走，再等一等。五木山连着山外山，脱！我让你脱你就赶紧脱，你也脱啊！我吗？我跑，我追。As far as me.Was is then the earth? We there is the light, which is here. When the sun is shone blue as he, please the tear that was is all.让你亲我是演戏，你还真敢亲啊？怎么？怕我吃了你？난다시한번더마음을다잡죠你为什么让他穿成这个样子？他不喜欢这样。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的？而且穿成这样子不好看。为什么要吻他？我吻谁？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你唇膏没有破损，他嘴上也没有吻痕，你怎么吻的？岳总这么有经验，应该吻过不少人吧？我只吻过你。光天化日之下耍什么流氓呢？更不是看不惯他这么穿吗？我看你挺喜欢的。总裁，你没事吧？他没事。走，去教教那几个国外的先生在国内怎么做人。是。
马后炮。做得好，手段愚蠢恶毒，却十分有效。这么阴险直接的手段，是玉家的一贯风格。说吧，谁让你这样？玉秀书，玉秀书让我干的。他说，李总上当上总裁的位置没多久，他地位不稳，想找个依靠。正好，李总是我喜欢的类型，是我。不是，是我觊觎的类型，说让我可以对尹总为所欲为，他们玉家绝对不干涉。哦，那你如今知道尹总是你觊觎的类型，知道该怎么做？知道了，我以后为尹总马首是瞻，我和玉家的合作的项目，我加20%，不，20%，不用了。正常合作就好。谢谢云总，我真瞎了我的狗眼，我是真不知道您和他们是这关系。Thank you. 玉金生到底何人？什么人中的？没错，我要冒充的人就是玉氏集团。从未出过镜的顶级服装设计师和配方师裴然，庆叔啊，这样能行吗？那个裴然，万一是云墨然那边的人怎么办？姑姑，真正的裴然已经死了。什么？这几年我发现裴然的作品有所减弱，我就去问了玉村，玉村说裴然生病猝死了，所以这几年玉氏一直没有新品发布。所以说，玉尊死后，你就把这些手稿和配方都搞到手了。没错，等我假借裴然的名义，把云墨然赶出玉氏集团，再以裴然的名义，一举入主玉氏集团，愚蠢，裴然，什么玩意儿？裴然是我7年前在玉尊身边做秘书，帮他处理集团事务的。玉尊当年为了挪用玉氏公款，将许多股份转移到了裴然名下，还给裴然编造了许多高级身份。现在是玉静书想利用裴然的身份在玉氏搞事，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裴然的身份。你不喜欢这些衣服的吗？我母亲不允许我这样穿，她说只有靠男人生活的女人才会穿得这么显眼。可我穿的再保守，不也是一个靠男人？我爸说了，好女孩是不会贬低自己的。我还算是好女孩。嗯，怎么不算啊？就算活到了90岁，我也会穿我最帅的风衣和我最酷的头衔，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酷最吓人的老头。你的心声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拿着衣服，哎，衣服我帮你拿到院里烧了。哎，你明天玉静叔一定会去公司找你，我陪你一起去。去，必须去。就冲我给你选的这一道去。就是。慢度过每一天。看他的样子，似乎真的在玉家遭受了许多虐待。难道他真的只是个受害者？
夫人，你的丈夫玉尊才死了3个月，你穿的这么风骚，对得起你老公吗？你在祭奠仪式上公开和其他男人的男女关系，是完全不要脸了。你该不会想靠出卖美色来为玉氏集团招揽生意吧？哎，先拖出去，江慧要说再把他扶进来。二位，出去聊聊。我们玉氏集团绝不会要一个靠出卖色相维持公司运营的废物总裁。只有裴然，也就是玉小姐这种有能力、有才华的，才能够胜任玉氏总裁。也就是说，只要我能证明我比玉剑书有能力，你们就会认可我。你要是能和裴然一样出色，我们可以承认你。可我为什么要向你们证明？你什么意思？现在我是玉氏的总裁，我为什么要向你们证明听从你们的摆布？我可以把你们全部开除。怕我们联合起来吗？我们有这么多人。没有我封家人装。各位，这是集团新出的新产品。如果各位选择我，这个新产品可以立刻进入玉氏生产线，而且会为玉氏带来新的荣光。如果各位选择云木兰，我将退出玉氏，那么玉氏就推不出新产品，并且所有的明星产品必须要下架。你说你就是裴然？是。那你在集团项目书上签字的时候，习惯签左边还是习惯签右边？回答不出。那你知道其实裴然的然是因为玉尊笔误才写成那样的吗？玉氏集团里根本就没有裴然这个人，集团的项目书上写的是裴然，你根本就不是裴然。你根本就不是裴然。也不是又怎么？裴然也好，裴然也罢，都已经死了，但是的作品在不是。如果你让云木然复活，我是不会交出。谁说我死了？我才是裴然。刚才那些都是骗子，我从头到尾。你耍我！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惊讶什么？你好像从头到尾都知道玉香是在故意找他。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裴然的秘密？各位高管，我现在证明了玉静书不是裴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等一下，我确实不是，但是裴然的作品在哪？你说你是裴然，你的作品？我不会这些。嗯，你不会？你不会？你还说你是裴然？裴然最初在公司确实不会这些。直到我接手裴然这个名字，裴然才成为玉氏最顶尖的设计师和培训师。接手我的名字？这些服装设计稿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布料。所以没有投入生产。这款面霜虽然去皱效果不错，但有很大的副作用，已经被我们淘汰了。你的这些产品全都是被淘汰的失败品，根本不可能投入生产。这是玉尊亲手给我的。我的所有产品都有一个特定的符号，它的左下角有一个 F 的标识。不信的话，你可以捡起来拼一拼。
是不是？你们倒是看一眼林总身上的衣服就知道了。这么好看的设计，全世界只有一件，他不是被人追杀。你呀、啊，你呀、啊，举手呀、啊！我举手，举手，举手！果然，才是真正的美颜。还有呀，你要证明这件事情不是很简单。既然玉小姐这么自信自己的产品，这可是你自己设计的面霜，给你这个沧桑的脸，不好呀，不好呀！别碰我！金硕，我是不是裴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替玉尊管理公司的项目。玉氏这些年来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现，是因为我一直在被玉尊持续家暴中伤，根本无法工作。但从现在开始，玉氏集团将重新由我掌控。我保证，我将带领玉氏集团再创辉煌。这个云总怎么这么厉害？又是设计师，又是配方师，这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学科吧？这算什么？我刚查过了，这位云总可是爱丽斯顿三学位毕业的，人家主修的可是金融。太好了，有云总执掌玉氏，我们就放心了。我就说嘛，玉氏那个精神分裂暴力狂，怎么可能让玉氏的产值年年增长？原来是云总暗中掌握。请问云总，您上任后会有什么重大措施吗？开除全体高管。我的公司不需要人云亦云，毫无判断力的废物。他，裴然，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玉尊用的。不可能，玉尊他不会让你用我的名字。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少爷，终于找到你了。这是玉家侵吞您亲生父母财产的证据，还有他能留给您的一切了。少爷，你要替老爷夫人报仇啊！玉霄，你还不够强大。我不能把你拖入泥潭。为什么要逃？我就是还爱着他，我会永远爱着他，等着他，等着他来报仇。思飞也是你儿子，你生的，我有什么不生的？打打死我！打死我！我看谁还能跟你划生死。如果我早知道这是你的女人，杨子而已，也配叫我的名字？你只配给我弟弟听。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林默然，你以前是不是很爱他？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阿香，你回来了。玉霄，对不起，对不起，阿霄，你帮我。你是不是还爱着他？你是不是还爱着那个背叛你的贱人？玉霄，你贱不贱？你贱不贱？
玉霄三天没回来，你不担心啊？玉总不是，而轮不到你来担心。当然是，有我在，怎么，云总这是怕我吃了你，带了个保镖过来？王大钱的解封上也做保镖，您做东，我自然是要更重视一些吧。 周夫人，这牛肉怎么只有两块啊？我也不知道你来啊。不错，是吧？进口的 A5 和牛，纯血可以。云总，今天只要你把这些牛排全吃了，你被扣的港口的货，我立刻帮你拎出。哎呀，看来云总是不喜欢啊。可以不吃，那我先走一步了，我吃。 多谢周夫人款待，你们不必吃这么久。周夫人可真有意思，是你们周氏集团强行扣押这批货，现在还有脸上你们欺负人、威胁其人。周氏集团控制所有的港口，时间紧急，三天内这批货必须要出港。云总知道就好，那就请吧。只要你今天吃好了，我立刻出货。 只要你今天吃好了，我立刻出货。我突然想起来，你老跟我家亲口爸一句话呀。当年他可是说过，周家的港口对我们封家没有非开放来着。现在你为难我的女人，我不得找他把这笔债给讨回来。只不过是封家的养子，你不可能继承封家的产业。 不妨可以试一试。谁来？你最近倒是跟云家走得挺近啊。云家的谁？ 是云夫人。两天内，我会把这批货完完全全的带到玉家的府仓。门关。习惯了。听过我的故事吗？ 我看在同是云家人的份上，最后一次警告你，你再敢跟云家作对，绝对不会帮忙。你又怎么样？封禁！你上回敢把本少爷弄那个样，今天就休想走出这个停车场了。我要是出去了，你就跪下来扇自己二十个耳光，说你欠下我的错，如何？ 他不配跟我姐姐，不瞒着三哥，谁说不敢？要是我赢了，我就跪在云氏他们面前，痛哭。算了，姐夫们，小爷今天让你知道，也是云家的下场。小爷还没输过，这几天还有吗？从我离开云家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着再回去了。 你这个混蛋，你以为小爷会怕你吗？
疯子，你个疯子！老婆，你的手没事吧？为什么不阻止我？第一次他撞上来的时候，你保护了我。那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哦。第二次你撞他的时候，方向盘先又打了一点，就算车被撞坏，受伤的也只会是坐在驾驶座的你。风景，你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我相信。Did they get you to train? Your heroes for those. All the ashes of trees. All the apple of cool breeze. Cold comfort of change. Okay, 云木然除了严重的车祸，人刚到医院。我才离开三天，你就把他害成这个样子。我已经救了他两次，但是还是没有躲过第三次。我只看结果。玉总感情脆弱，丢下喜欢的女人跑了，反倒责怪起一心一意守屋救人的。云外人呢？在哪儿？你是怎么说的？我记得你的声音，你来替他求好不好？两字而已。我没爱过任何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你死。他怎么来了？不知道，可能来看你死没死吧。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爱。你还活着？怎么来这么早啊？我都没玩够呢。嗯，谁这么缺德，把我们实验室的模型拿到这里来了？哎，这伤还没好，不能打架。打不过我。为什么骗我？善性大发，帮你看清楚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玉总哭得可真好看啊，我就有脸了。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关你什么事？现在我们三个可是同居的室友，怎么就不管我的事儿？你连你父亲的事情都查不明白，还来管我？我没有一天忘记我父亲的死，但是我父亲教过我，让我不要沉溺于过去，而是要面对未来的现实。应对好当下，去做出最好的判断。我真的没有想过，七年前的事情，可能真相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你懂什么？我觉得他爱过你，而你也还爱着他。
我不是没想过他有苦衷，只是这七年来，他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一次。或许他身不由己呢？他身不由己，那我算什么呢？活该。其实你回来不是完全为了报复他，只不过是想着……没错，我就是爱他，我至今还爱着他，但我爱他也阻止不了我恨他。我就是要把他囚禁在我身边，让他成为我的一个玩物，无论他怎么想，他爱不爱我都无所谓。行，那你别后悔。这里还有我，阿丁哥哥呢？是你，是你害得阿丁哥哥受伤，对不对？这位小姐，请你自重。你也知道自重，一个寡妇，丈夫死了还不到三个月，你就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不要脸！阿静哥哥，这个女人她，你敢打我？我不是故意的。第一，我和你姐姐虽然是我爸姐的婚事，但是是因为我不同意她。第二，你姐姐已经死了，我也走了。第三，不要叫哥哥，只有我老婆才可以叫哥哥。我不管，你是我姐姐的未婚夫，我不允许你碰别的女人。哎，我就碰了。我不但要碰别的女人，我还要碰别的女人。你们陈家对你们封家有恩，我姐姐虽然死了，你就必须得娶我。今晚我就要住到你家里去。你来这里闹，玉静叔给了你什么好处？玉静叔给了你什么好处？胡说什么？什么金属？我不认识什么金属。玉静叔用的香水是我亲手调制的，前调煮柠檬果香，持续两小时，时间只有三瓶，不外手。浓重的柠檬果香，你才刚刚见过他，对吗？你怎么知道？云家来害我，是不是玉静叔主使的？云家和玉家联手了。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风静，你欺负我，我要去告诉我爷爷。玉家最近可能会有动作。由我主导的第一批产品即将投入生产，他们肯定会尽全力阻止新产品上线。话说回来，这玉氏想上的新产品是什么呀？男装礼服。心机难，过程不重要，有用就行。凤静啊，虽然你爸爸不在了，但是你和菲菲的婚约必须履行。都2024年了，早就不流行包办婚姻那一套了，更何况我未婚妻都已经死了，我凭什么娶曾菲菲？这是你爸爸的遗愿，你必须听。我爸活着的时候我都不听他的，他死了还想摆布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只有我自己可以决定。这也是我爸亲口告诉我的。那我不管，楚楚已经死了，你必须娶菲菲。你要是不娶啊，你就是不孝。阿静啊，
不是也有我说你？就算我们家菲菲再不好，那也比门风不正的寡妇强吧？哎，这位老爷爷，你年纪不小，素质倒是不高。你这什么态度？对擅闯民宅来的主人态度。 陈老爷子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冲到别人家里来指手画脚，这又是哪国的法律？您倒是说来听听，我们逐鹿御史团随时为您服务。<笑>什么房子的主人？范永然买得起房子吗？我看这房子啊，就是未来我们家菲菲的房子。<笑>那你们就继续待在这儿，看看一会儿有没有人把你们抓出去。 门风不正的，你还不滚！程老爷子，时间也差不多，你赶紧走吧。我都已经结婚了，我老婆。我不相信你跟阿丁哥哥已经结婚了。我要是结婚了，那这个玉箫又是怎么回事？他又怎么会跟你们住在一起？就是。我跟风静吧，确实没有结婚，因为我还没有做好决定。什么决定？我决定。 下个月，我将举办一场婚礼，在婚礼上，我要宣布二位其中一位作为我的新郎。到时候，还请你们来喝喜酒。拜犯门风的就是拜犯门风的，走。婚礼，二选一，你认真的？他们越是反对。 我就越是要把事情做得难看。正好，借着二位总裁的手，坐稳我总裁的位置。这么明显的利用，你就不怕我俩翻脸？无所谓，风少爷要翻脸的话尽快，到时候请你也应了，可不好改。我可以去，但是我的礼服你得亲自设计。我也要。 又不是真结婚，都是你们出的鬼主意，让我用风宁爸爸来威胁他，结果他不但不听我的，现在云墨然要在他们二人之前二选一结婚的事都已经传开了，你们开心了吧？我不管了，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以前可从来干不出这种事情，到底是怎么？ 难道是因为孩子死了？别管已经，云木然现在疯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已经找了更厉害的人帮忙。朋友们。 御史集团已经两年没有发布过新品了，新任总裁云梦然一上任就接连发布新品，这次的新品发布会就在我身后的逐鹿御史中心举行。大家猜这次的摩托是谁？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嗯 如果你想知道玉箫的秘密，就来云梦巷九号别墅。你是谁？我是你。 是玉箫求而不得，到处搜寻来的替代品。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跟我如此相像之人。哎呀，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终于也轮到你感受一下平生的滋味。怎么不早说你也买了这一件？云木然呢？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按照约定，我帮你们搞定云墨然，玉家和云家各给我8000万。现在云墨然被我绑在地下室里，随你们处置。什么味儿？你就这么爱他，这么伤害你，还是这么爱他？不允许，我绝对不允许！玉姐，玉香爱的人只有我一个。闭嘴！他会爱我，他一定会爱我。对玉香来说，什么都不是。玉姐说：“你注定只是个得不到玉香的行者。”我一定要得到他，我一定要得到他，你谁也抢不走我的玉香。你装什么？什么声音？我家的智能警报提醒，如果智能管家发现。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不择手段的害我？因为我讨厌你，因为你处处利用我。只有你在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如果可以，我倒是想跟你交换，你去把女儿当少年的云家，我来对你好成这样的玉家。云墨然，本来可以不用嫁给云家。本来云家看上的联姻对象是封家，封家老爷子可喜欢你了，他想为他儿子找个管他的儿媳。是我说服了于森的父亲，让他向云家提亲。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嫁给这个死变态，因为我只要想到你每天的折磨殴打，被他现在瞧你像侮辱的样子，我就开心极了。你为什么要抢夺我的女儿？你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的嫁给我？啊？为什么？如果不是你，我就可以试试伯父让云香娶我。都是因为你，你为什么要娶我？因为我和云香是真心相爱的，我比你，比你们所有人都爱他。他还爱我，春花。比你们所有人都爱他。我知道啊，我知道你爱他，我也知道你们要私奔，所以呢，我就把你们私奔的事情告诉了你们。于尊什么德行啊，你是知道的，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你逼他恨我，是你。如果不让于香和你，他怎么能放得下你？
怎么能接受我呢？我本来也想等他出狱，等他没权没势的时候逼他娶我，都是你给了他1000万，还拿到了余家抢他财产的证据。你还放不下他？啊！我实在是开心不起来呀！都是你干的，是你干的！我让你还怎么跟我谈婚事？不要！云墨然，你要做什么？哎呀，我还能做什么？我当然是不替代你。现在，他已经通过监控看到你所做的一切，他会痛苦，会愧疚，会自责，他会给你所有的爱，甚至他自己的命，而我将替代你拥有这一切，你就被烂在这儿。他来自远方，只为与你相拥。唯有个得不到的人，我想陪你一段刻骨的旅程。好不容易盏熄不灭的灯，他非要等回浪迹的爱人，怎会有个不甘心的我，在你一起的直线里完整。医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病人这是受到了惊吓，可能会好一阵子，都会见状。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我知道了。好。墨然，别难过，我会保护好你，照顾你一辈子。嗯。光说有什么用？来，这是我亲手熬的粥。喝一点，晚上睡得舒服一些。小心烫。行了，
一看错的就不好喝。林总，你能陪陪我吗？我害怕。好，我们陪你一起。不过在这之前，我有个问题问你。 我有个问题问你，什么问题？你之前说过，在结婚之前会选择我和风静一人结婚，你现在心底有答案？可以不选吗？我，不然，你会选我的，对吗？李潇，终于你跪下了我的面前，可现在我已经不是只有你一个选择了。 林默然，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是。如果你真的爱我，就请你有耐心一些。我决定在婚礼当天做出选择，希望你们二位在当天都能做好备选新郎的准备，可以吗？好。 玉霞，因为我真的爱你，我要的可不只是玉家和风家，金钱和地位永远比男人的爱更靠得住。我会借用他们的手，彻底的摧毁所有那些曾高高在上的人，我都会踩在脚下。 别过去！你别过去！我才是袁墨染。 替身就是替身，永远都替代不了正品。你是凭什么觉得我会愚蠢到去接受一个陌生人的邀请，去往从未去过的地方，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丧失策，真以为你不太愚蠢，还能失去理智？就算他埋在世上。 你也全是你。重逢后，云木兰从来不会说话。那晚的牛肉炖，我也根本就不会做饭呀。 只有千日做的，哪有千日？守株待兔，不如请君。你秦日道。
还这情之身。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云魔人。走吧，送你去原地。你和玉家众人暗中买通裴玉魔绑架我的事已经交给警察局，不久之后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云木然，我是你母亲，你竟敢这样对我，你不怕天打雷劈？相信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你是我亲生母亲这一点的。你敢？你就不怕你杀人的视频被曝光吗？是你亲手杀死锦书的。杀死玉锦书的是裴仪，不是云墨然。你说什么？你胡说！云墨然，你别以为联合了玉箫和风劲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我有你在玉家所有犯罪证据，包括当年陷害玉箫入狱的事。来都来了，红包还是要给的。你们玉氏集团、云氏集团的所有股份，你们怎么收的？从现在开始，玉氏的云房也是云氏的。今天你们可是来参加婚礼的，我不笑了，笑呀，鼓掌呀。云木然，我们两个，你只能选一个，你到底选谁？大明白，明白，我可以不是。你是我身上透明空气。大明白，大明白，我可以放弃你，只是我身上的。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被任何人牵扯脚下，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知道一个秘密。喂，玉森是你的亲生儿子。喂，林默然害死了你的父亲。喂，森森还没死，对吗？没能成为自己。